我穿越了，一睁眼发现一个鲜血淋漓的人正挂在我面前。我定睛一看，是那个银行小职员魏若来，他正在受刑。只见他衣衫破烂，隐隐约约露出了里面的八块腹肌。怎么回事啊？衣服都烂成这个样子了，为什么不脱了衣服再打？血都流成这样了，为什么不擦干净再打？还有他的裤子到底是什么牌子？在这种情形下为什么还没有被打烂？老师，我要告一下，这施行人的手法不行啊，为什么功夫不到家就出来干活了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表示强烈谴责。老师，请你记住，我要看这样这样的。白人美人如花近在眼前，我好想上前亲手给他的衣服裤子发个稀烂。私密马赛魏若来将，马达西在不合时宜的时机对你的色心四起。当我准备一鼓作气上前扒拉时，我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定住了，在我头顶上方还飘着几个字：要想扒拉人家，请约定3月21号晚上7:30的央巴，破碎美人魏若来，金融巨鳄魏若来，等你来。哎呀呀，那我就恩珍、爱爱、连连，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，来。